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节目。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辽宁的蓝。辽蓝呢，真的是喜从天降，韩德君的接班人如今是浮现了，那么姚明卫冕的底气就更足了。在刚刚结束的 CBA 联赛休赛期呢，辽宁的蓝可以说是最大的赢家了，不仅是召回了张镇麟呢，还留住了怪伦，最终呢还引进了一名非常年轻的中锋张志峰。不过呢，由于无法在 CBA 注册了，那么辽宁的蓝呢就将他送到了美国进行训练以及参加一些普通的比赛。结果呢，在最近他的首秀就迎来了一个大爆发，得到了17分和7个篮板，这也是让教练赞不绝口。可以说啊，姚明这次真的是太贼了，他的眼光一改往日，这回完全是给韩德君找了一个顶级的替补。下个赛季辽宁的蓝一定会在内线方面更是非常的强大，毕竟呢，韩德君本赛季也仅仅是最终一个赛季了，那么在下赛季呢，大概率会要退役。辽宁的蓝目前就需要寻找这么一名顶级的内线来帮助韩德君，毕竟呢，韩德君年龄太大，状态下滑严重。据了解呢，当初在高时延转会的时候，山东男篮就希望用朱荣镇作为一个筹码，但是被姚明无情的拒绝。随后呢，张志峰就加盟了辽宁男篮，这也是球队少见的运作，而且呢是非常成功的。姚明在当时是力排众议，坚持要留下这名年轻的内线。虽然呢他在 CUBA 表现并不是很出色，但是在姚明看来呢，张志峰的能力是完全超越了韩德君。那么在经纪人周元的安排之下呢，张志峰呢就加入了美国的训练营。那么这个训练营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专门为年轻人打造的训练，其中呢会有大量高水平的比赛，甚至呢会得到一些 NBA 球星的亲临赛场去教导他们，这是十分难得的事情。而且呢，在最近的这些表现之中，也是让教练赞不绝口，让我们啊清楚地认识到了张志峰的潜力。当然呢，在力量和对抗方面，他还需要继续的加强。毕竟按照辽宁男篮的计划呢，张志峰在下个赛季很有可能会进入 CBA 的赛场。那么在当时呢，他一定会完完整整的成为韩德君的接班人。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在未来的一年时间里，他多多的提高自己的水平，在未来呢，成为中国男篮的顶级内线。那么在视频的最后呢，也是辛苦大家给我一个点赞和关注，并把视频呢分享出去，让更多的朋友看见。那么大家对此有何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